第643集。叶浩轩摇摇头，努力地把这个想法从脑海中甩去。他心中暗骂呀，这些神棍们的精神力都很强大，一言一行都能对人产生影响，如果他真的没有这一身能力，今天还真的着到了。可惜啊，这家伙太拖大了，他的预言术虽然厉害，但是叶浩轩的神念何其强大，这根本对叶浩轩的思想造不成太大的影响。毒神者，还不惜清你的罪孽，埃里克森暴喝，再次猛地向前一指。哼，傻帽。叶浩轩冷笑了一声，这要是以前的他，今天绝对要吃个大亏。但是他从剿灭村政家族基地的时候，身体里就多出了一些东西，打开了一重天锁，精神影响类的预言术对他的影响可就不大了。他祖上的那位也是杀伐果断的主，三重天锁旨在对付一切神秘力量的存在。叶浩轩开启一重天锁，就直接秒杀了柳生真树。眼前的这个埃里克森虽然远比柳生真树强大，但是想凭借着一个简单的预言就让叶浩轩自投罗网，那是门也没有。叶浩轩一声大喝，猛地向前踏出了一步，他手中的鱼肠猛地向前一展，呼，眼前的十字架如遭重击，猛地一震，埃里克森不由自主地退了一步。叶浩轩再次向前踏了一步，再次一展，呼，泛着圣光的十字架再也抵受不住庞大的功德之力的冲击，砰然碎开，一阵光波四溢而出，随即现场可就恢复了平静。你这一身到底是什么能力？落地后的埃里克森神色里透出了一丝震惊啊，华夏的道门奇术又岂是你们这些异能传承能比的？哼，叶浩轩冷笑了一声，他总算是摸清楚了眼前这个人的底细了。他的身份相当于教廷的红衣大教主，比教皇低了一个档次。万能的主啊，眼前的魔鬼非常的强大。埃里克森在胸口上划了一个十字架，然后他抓住胸前的一个圆圆的十字架，轻轻的一捏，十字架碎裂而开，有一点圣水从里面流出来。他突然脊背一挺，向前踏出了一步，随着他的脊背一挺，他的形象在那瞬间仿佛高大了一般。他再次向前一指，雷鸣般的声音再度响起，主创造一切，主掌控世间，主说要停的就不会向前。妈的，你嗑药？叶浩轩感觉周身的空气突然凝固了起来，随着十字架中的圣水洒出，他的能力增长了数倍不止，而这次送出的预言术上了不少的档次，甚至能和上一次安琪拉施展出的有的一拼。叶浩轩转身就要暴退，只是他刚退出一步，周边的空气一凝，他感觉身上可就有着万斤重的东西在压着他一般，让他连抬根手指都感觉到困难。主赐予你荣耀，你却付之于魔鬼，背弃了主的荣耀，主要将它收回。埃里克森向前重重的一指，半空中光华涌动，数道圣光散发出刺眼的光芒，那圣光带着毁灭世间一切的威势向叶浩轩涌去。叶浩轩眼睁睁地看着危险到来，可是他却偏偏没有办法动一下，冰冷的死亡感觉瞬息而至。而就在这危急的时刻，叶浩轩口袋里那黑沉沉的十字架突然散发出了一阵炫目的光华，一道虚影在半空中骤然形成，而那道虚影
却赫然是安琪拉的。主说，赐予眼前这个人的自由。虚影向前指指点点，叶浩轩只感觉身体一松，瞬间恢复了自由。安琪拉！叶浩轩震惊地看着眼前的虚影。埃里克森的神色大变，他沉声道：安琪拉，你竟然留了一手。埃里克森，放手吧，有些东西不属于你。安琪拉的虚影淡淡地说，只有他才能驾驭那东西，一意孤行只会害了你。安琪拉，你赢了，但我绝对不会罢休的，狮子圣物我一定会拿到手。埃里克森却根本就没有和安琪拉战斗的欲望，眼前的安琪拉不过是一个虚影，这是安琪拉本体在十字架里留下的一丝神念，他送给叶浩轩的十字架有些不为人知的秘密，他料定叶浩轩会有一劫，所以提前做好了准备，这才在危急的关头救了叶浩轩一命。尽管只是一道虚影，但安琪拉的传承是来自于远古圣域的传承，除非是教皇，否则的话其他所有人的力量在他的跟前那都是形同虚设，这也是埃里克森根本就没有战斗就直接退走的原因。安琪拉，是你吗？叶浩轩走上前惊疑不定地问。眼前的一切超出了他的认知，他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，只是眼前的虚影微微一笑，然后缓缓地消失，眼前的一切又恢复了平静。就在叶浩轩发愣的时候，他的手机响了起来，他拿出来手机一看，是一个国外的号码，他有些疑惑地接通了手机。亲爱的叶，是你吗？对面传出了一个熟悉的声音，正是安琪拉的声音。是我，安琪拉，你能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情吗？叶浩轩问道。叶，我感应到我留在十字圣物的神念被激发，是你遇到了危险了吗？安琪拉道。是，刚才有一个叫埃里克森的家伙来过了，他要抢走十字架，能告诉我这十字架里面有什么东西吗？叶浩轩问道。现在还不是时候，请你放心，埃里克森是教廷的人，他的身份和我相等，我会想办法制约他，不让他再去华夏的。我得到十字架的传承，同时觉醒了一些东西，知道在十字架里有另外一些不为人知的秘密，而这件事情非常重要，只有你才有资格持有十字圣物，所以就把它送给了你。而我也知道有人会去抢夺它，特意在里面留下了一丝神念来帮你。安琪拉说。我明白了。叶浩轩点点头。安琪拉得到了圣女传承，她现在已经属于神圣的范畴了，所以说这丝神念是非常的强大。关于十字架里面的秘密，等你什么时候来瑞典，我会全部告诉你的。安琪拉说。现在你知道的太多，反而会不好。我知道，我会尽快去瑞典的。叶浩轩点点头道。那好，期待你的到来。我的妹妹成天念叨着你什么时候来瑞典。我们皇家医疗团队现在已经组织了一批优秀的青年，过段时间会去曙光医院交流，期待你们的中医传入瑞典。安琪拉微微一笑道。好的，我也绝对不会让你失望。叶浩轩笑道。你们那边现在应该是深夜吧，不打扰你了，早点休息。安琪拉说完便挂断了电话。挂了电话之后，
叶浩轩感觉到无比的蛋疼啊。哼，他莫名其妙的又惹到了教廷的人了。有人说有人的地方那就有江湖，他感觉教廷里面也不是那么的和谐。今天的事情给他警醒了不少啊，看来这个世上神秘的势力还有很多的。没有惊动任何人，叶浩轩又回到了蓝琳琳的家。只见他游子还在熟睡呢，叶浩轩没有惊动他，悄悄地为他盖好被子，然后躺下。只是经历了刚刚那场惊心动魄的战斗，他现在真的是一点睡意都没有了，辗转反侧。终于天快亮了，兰姆早早的就起来了，为蓝琳琳和叶浩轩准备好早餐。吃过早餐以后，两人开着车一起回清远去了。由于要赶在第一时间回去参加夏寸心和李君林的婚礼，所以两人起得很早。叶浩轩在高速公路上是一路超速，终于在八点前赶到了清远。两人来不及休息，就这样匆匆忙忙地赶到了举行婚礼的平湖大酒店，停好了车，两人一起走了进去。只见平湖大酒店是张灯结彩，显得喜气洋洋的。这里的司仪是清源最顶尖的司仪，整个婚礼现场布置的是高调奢华。由于李君临的身份非同小可，所以清源几乎所有的名流全部出动。而婚礼上有清源政府的各位领导的祝词，整个清源恐怕是没有几个人能有此殊荣。司仪的过程忽略掉，不知不觉已经是中午时分了，这眨眼可就到了开席的时间了。叶家的人坐在上席，娘家人在婚宴上那都是上宾呢。哥，还以为你今天要迟到了呢，你跟我这位嫂子去哪儿快活了？叶如云凑到了叶浩轩的身边，笑嘻嘻地问道。胡扯什么？叶浩轩瞪了他一眼，而一边的蓝琳琳却早已经羞红了脸。我哪有胡扯嘛，你真行啊，走到哪儿都能拉来位嫂子。叶如云低声嘲笑了叶浩轩一句。不跟你扯了，三叔，我看到了几位朋友，我去那边坐了。这丫头太古灵精怪了吧。啊，为了避免蓝琳琳的尴尬，叶浩轩拉着他去找林建业等人了。林建业、东方红以及几名不认识的宾客坐在一起，听着这几位的口音像是这江浙一带的公子哥，李君临还真是交友满天下呀。他结婚肯定引起的轰动不小，各方的朋友都会前来祝贺。林建业和东方红今天难得的坐在一起充当陪客。见到叶浩轩走过来，林建业诧异地说，叶大少，你今天可是娘家人呢，你怎么坐到这里来了？少跟我扯了，这不是好久没有见你们了吗，怎么不欢迎啊？叶浩轩笑道。欢迎，当然欢迎，叶少请坐。东方红站起来让座，然后道，介绍一下啊，这位是叶少啊，这几位是浙江来的朋友，这位是李湘，这位是杜弘毅。在这张桌子上坐的人有五六位，但是东方红重点就介绍了这两位，想来这两位在浙江地区的影响力不小啊。几个人握手问好，不管认不认识，热情一点是没错的。叶少看起来面生啊，不知道在哪里发财呢？李湘问道。这刚刚坐下这些人便打开了话匣子，这些人可并不知道夏寸心的身世啊，他们只知道夏寸心的娘家姓叶，却怎么也不会把他和京城的叶家联系到一起。李湘的话一出口啊，叶浩轩就知道这个人不太好打交道。
这个人一定是眼高于顶的人。他这样问无非就是想弄清楚自己是不是圈子里的人，如果是的话就深交，如果不是的话就冷淡一些。哦，我是学医的，叶浩轩淡淡地说。我现在在京城一家医院里工作，村心是我的妹妹。东方红和林建业相视一眼，两人是暗自苦笑啊。哼，他们知道叶浩轩不喜欢张扬，所以就没有把叶浩轩的身份给直接说出来。但是李湘这神经病，这一向是优越感太强。如果一起喝酒的跟他没有对等的身份，他会不高兴的。本来呢，这小子也就是一个二流货色，但是毕竟是李君林的朋友，如果不是今天婚礼上，林建业和东方红早就让这小子好看了呀。哼，学医的，医生？李湘有些诧异道。他的语气可马上就变得有些傲慢了。不错嘛，再怎么说也是一门吃饭的手艺。就这话一出，这不仅是叶浩轩的，就连同桌的宾客都眉头一皱，心想这李湘太不会说话了吧。啊，医生怎么了？不是一门正当的职业？哦，不过就是没有你能赚钱就是了，你犯得着这样说吗？啊，更何况叶浩轩人是新娘的娘家人呢，你这样说等于是扫了新娘的面子，间接打李君林的脸呢。啊，李湘，喝一杯吧。一边的杜弘毅举起酒杯，他可想堵住着李湘的嘴啊。喝什么喝呀？我们两个成天喝，想喝回去以后拼酒去。今天李哥结婚，我们来这儿结识一下清源的公子哥。只是这有些人的身份跟我们这里的人不匹配呀。李湘说着还扫了叶浩轩一眼。啊，砰！林建业本想举起酒杯的，但是他听了这句话之后怒气就蹭的上来了，他把手中的酒杯重重的往桌子上一顿，就要给这小子一点颜色瞧瞧。建业，今天君临大喜日子，咱们喝酒。叶浩轩可及时就摁住了林建业，他不想跟这些二流货色再一般见识了。听叶浩轩这样说，林建业这才忍住了胸口的恶气。他心里是暗骂李湘，心想你他妈的一个化妆品代理的小集团也敢跟叶大少比身份。叶浩轩是什么身份？说出来直接吓死你。不过叶浩轩不想喝酒啊，他也就忍住胸口这口气了。哟，嘿哟，林大少看起来有些不服气啊。这是你朋友吧？以林大少的身份，想来不至于是什么不三不四的朋友都交的呀。哼。李湘见叶浩轩拦住了林建业，只当他顾忌，所以就越发的显得变本加厉了起来。李少，说话要小心点，你这样是不给李哥面子呀。东方红沉着脸说。哎呦，连东方大少也出面了，看来这个叶少的面子不小啊。清源的公子哥真的是越活越过去了，哼，连一个小医生都要这么小心翼翼的。嗯，哼。李湘这会儿可就没有好话了，拿枪作调的说道。叶浩轩当时可就火了，这小子说话的语气再配着他那不阴不阳的样子，这让人看了就不爽，再加上他这一副欠抽的样子，自己很想前去上去抽他几个耳光先泄泄火再说。李少是吧？浙江人？叶浩轩道。哈，是啊，浙江李家，你听说过吧？搞奢侈品的。李湘挺了挺肩膀道。哼，我劝叶少不要当医生了，现在随随便便做点生意捞一把就够你做医生赚一辈子了。你做医生一个月能有多少钱啊？就算是收收红包弄些灰色收入，
恐怕也不够给你女朋友买几个包吧。你女朋友这么漂亮，可别让她跟人跑了呀。李湘大笑道，你他妈的说什么？林建业忽地站了起来。建业，今天君临大婚，有什么事情以后再说。叶浩轩按着林建业的肩膀，硬生生地把他给按了下来。怎么，我说错了吗？美女，有兴趣认识一下吗？李湘说着，拿出了一张纯金打造的名片，递给了蓝琳琳。所有人的脸色可就都有些难看了。啊，这李湘的做法也太不地道了，当着别人的面勾搭人家女朋友，这做法太过了吧。琳琳，接下吧，这名片纯金打造的。哼，李大少土豪呀。叶浩轩坐下道。好。蓝琳琳接下了名片，反过来一看，只见上面写着李氏化妆连锁。她看了之后说，做化妆品的？是啊，不是奢侈品我们不做，著名的奢侈品连锁超市开遍了大半个中国，最近最流行的雪莲养颜露知道吧。嘿嘿嘿，我就是江浙地区最大的代理商，如果你喜欢，我可以弄些精装限量版的送给你，那可是市面上买不到的哟。李湘得意地说。